一楼民宅外拉起封锁线，警方急着采证讨论案情，因为当地角头绰号建文的男子遭到黑衣人闯入屋内扫射至少七枪，被人中枪倒地送医后宣告不治。枪声好像有听到放鞭炮的声音，不过我感觉是像放鞭炮的声音。隔壁邻居以为是放鞭炮，没想到却是恶煞上门开枪寻仇，地上两把枪支就是开枪凶嫌犯案后遗留下的。一名蔡姓男子绰号虾米，犯案后到刑大投案，不过整起枪击案件嫌犯居然使出调虎离山之计。警方晚间才宣布一名曾姓男子主动投案，他声称涉及了十六号安平区街头追杀命案，当时造成王姓男子丧命。今天下午我们积极侦讯换嫌一名到案，相关涉案人员的身份均已掌握，现人积极追捕中，以还死者公道。原来绰号虾米的男子趁着找小弟曾姓男子投案，转移警方注意力，上回砍死对头的小弟，这回直接登门持枪扫射，把仇家大哥当场打死。小头间的恩怨却连害两命，让台南治安亮起红灯。三雄王少宇谈了报道。